很简单。观众是聪明的，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节奏吗？有些烂报纸，它的节奏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第一次出来了，弄你的小小的照片，是不是？然后灯一个是打一打小小马赛克，吊你的胃口了，爆料一下了吗？第二次出来了，又是灯一些跟那个无关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走这个节奏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的照片公布，对，第三次他就道歉了，对，所以就是很无聊的节奏啊，这个节奏。但是这次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能了跟着这个观众的节奏走啊，我们要提前他们，我们的节奏要领先他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第一次也是打马赛克，小小是不是？对。第二次呢，我们就说公布16个那个电话的内容。对对对。但是只讲有内容，但是有内容是什么？有公布吗？老总会不会？没有咯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三次我们可能能公布其中的内容，懂不懂了？是不是？然后再来呢，就公布后面也就拍到的照片，是不是？大家会期待吗？慢慢一波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做7-8个礼拜。老总，我一直有个小小的疑问，会不会从头到尾我们真的没有照片？会不会啊？没有照片，没有照片，你会自己去拍吗？奇怪了，是不是？你会去拍吗？如果拍不到，你会做动画吗？是不是？我们那么好的动画公司在干什么东西？做动画啦，了解。观众有想象空间，他就知道嘛，是不是？扫码拉掉30%的票咯。OK了啊，上其他消息。好，老总，这个新闻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陈汉典呢跟江蕙拍 MV 的新闻，我们要怎么报？老总，我觉得下一则新闻，好，是，我觉得他是，那怎么那么快？好，你说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哦，因为我觉得他蛮有新闻的这个价值，我觉得可以登大一点，就整个头版头就是陈汉典跟江蕙拍 MV。因为我觉得陈汉典他很上进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艺人，而且他不断的在进步当中，而且他，有没有？他最近一直也是跟那个王力宏拍这个恋爱通告，我觉得是很好啊。然后王力宏也是，你坐过来自己想好了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哇啦哇啦讲那么久，你都不用背台词吗？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拍什么东西呢？对，陈汉典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东西就是厉害，一天到晚就是扒着大牌。真的来在康熙来了，在那里面有什么屁的表现？下流，在什么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装丑的，是不是？很紧，扮成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然后呢，跟王力宏拍个戏，是不是？还有两个脸贴脸，是不是？那以为呢，他是两个都是娘炮一样，你害到王力宏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跟你经纪人在一起就算了，不是还想跟王力宏在一起？不是扮什么东西？然后呢，跟江蕙，对，跟江蕙那个腿啊，是不是都快捅到那个墙壁去了，你信不信啊？多危险了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很难把它咔掉，很难咔，是不是？这不好咔了，是不是？老总，但是我觉得陈汉典他不是每一次都是靠着那些大牌才上新闻版面。他上次跟他的经纪人去环岛，汽车环岛的新闻也是很大很多。看到没有？还是靠娘炮经纪人。绯闻是吗？是不是？你笑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干嘛脸红？你怎么说这个时候脸红呢？你奇怪。你转头过去。你干嘛脸红？上其他消息。老总，这边快到机了啊！快吃买椒麻鸡。下次搞清楚。讲得很快哈。叫鸡跟买椒麻鸡是差很多。顺便教大家广东话嘛。鸡的是鸡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鸡的就不是鸡，是鸡肠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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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肠。唔同啊，唔同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上其他消息。老总，一电视开台的新闻要怎么报啊？啊，这就厉害了！其实这别人的破例，没有人大过我，是不是？一个月烧1亿，你敢烧1亿吗？你敢烧1亿吗？我烧给我阿公，是不是？我跟你烧纸钱，你都烧不到1亿啊，是不是？我是烧真的钱啊，你知不知啊？你有破例了，是不是？虽然今天只过一个台，是体育台啊，电影台也过了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台过了，人家觉得好像很害怕，你都没有东西做节目怎么办？我怕呗，我怕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我网络照播了吗？是不是我体育台怎么样？是不是体育台我买好的体育片子来播，是不是？我就这样播出去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中间的以前我们报纸刚进来的时候，不是也是不行？对，大家来找茬喽，弄个体育东西，我们来找茬。看你这个丢棒球的时候，那个棒球是四缝线、二缝线，什么头发，是不是？大家来找他，他这根筋丢出去，这个手有没有断掉？哎呦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细，就这么血腥。我们连体育台都可以做成尸体啊！你知不知啊？就 OK 了吗？如果到时候啦，那收视就来了。而且最重要，台湾人喜欢什么？博吗？
薄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喜欢插球啦嘛，你知唔知啊？不是插球，运动场 ，OK 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每天都分析哪一支球队是 OK 的，专业，是不是？今天 ERA 的打击怎么样？祖玛雅手断掉以后还能不能再继续上场？王力宏不是王力宏，王建民，是不是九月份真的上得了场吗？是不是什么时候复出？国民队连输四场，能够再扳回一城？这些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呢、啊？你记不记啊？你看得蛮深的 ，OK 啦。看那么细啊？我是光看光分析，别人差我在旁边花修了吗？你知道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就不用怕，你记不记啊？好了，上期待照片。老总，今天我们有英奇跟梁鹤群的照片哦，你看看。英奇哈，哇，两个上节目，还有安全之吻呢，安全之吻那很老的梗了呢。对啊，现在那个梗，这种梗呢，连非洲都不做了，还安全之吻了，真的是。喂，江一波可能知道我们自己的电视台，啊，不是我们的，是他们的，没有关系啊 ，OK 啊。英奇蹲在梁鹤群前面吃桌上蛋糕，下标。蹲在前面，好吃蛋糕。英奇钻下面啊，梁鹤群爽口勺，下流了！真的，你安全之吻就弄得这么下流的标，你这是下流标来的，是不是？跑新闻去干什么东西？娘炮！哎，台湾媒体这么多新闻怎么报？乱报吗？乱报就 OK 了。喂，我都不怕烧钱了，知不知啊？我有钱了吗？喂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椒麻鸡是吧？我不吃椒麻鸡，你叫另外一家了。那个排骨，排骨 OK 啊？OK 了。南京这个文化之都，连吃也很有学问哦。